迎收看姜子道频道，我是姜姜。今天呢，后面出现了奇怪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近距离看一下。那是帆船吗？哦，是什么？超大哥吉拉耶！打他！啊，他跳起来了。不会就这样挂了吧？他是怎样的？他发抖了，他跳舞啊，怪怪的，哎，抽去了，他应该是卡住了吧？另外一只另外一只在这里。这只怪怪的，哇！小队长，冲啊，去打！那只挂了，好啦，我再多生一些出来跟我玩。好，出现超多只哥吉拉，全部卡住，哇！密集恐慌症，超恶的一堆。哦，又一次倒下了。他是怎样？我怎么突然在这边啊？太扯了吧！我怎么突然跑到这边来了？跳啊！我的人怎么突然扁掉了？咻！还是倒了天哪、我不是你的敌人啊，哥吉拉才是你的敌人。卡车乱路，对，这是火车。哇，好多只哦。这样也可以追得到我。天哪，干嘛打我？得，哇，飞机爆了。跳啊！这只哥吉拉翻车了。天哪，这个人打我！哇，好多人在打我。放下去了。在我后面！天哪！
翻车了。他应该是掉下去了。谁在打我啊？在我正下方哎、欸。用这个，哎呦哎呦，火车来啦！火车很爱乱入哎、欸。天哪、啊欸！他嘞？哎、欸，不见了。他又出现了，他好像卡住耳朵。哦，坦克车来了，坦克车也在追他，那我就交给他啦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跳车了？他应该是挂了吧？啊，这边，哇，好大只哦，超大只的，哇！哎，我穿过去了，哇塞，这什么？应该是尾巴吧？哦。这是超壮观的。好了，哥吉拉被我们打死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